有帮过我，我帮他是应该的。把一袋袋的回收物化为爱心，张美珠用行动感恩慈济。辛苦的时候，我动手术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做生意，他也是帮我。我跟他讲，你帮我三个月就好了。那时候我单身色啊。啊，那时候我是叫他帮我，他也是帮。因落实行管令，回收商无法来载运回收物。原本靠变卖回收物品谋生的张美珠失去收入，而你也因疫情无法工作，生活陷入困境。马六甲慈济之工上门关怀，并送上纾困金，令他深受感动。最近我很辛苦，因为我的东西卖不到，我又没有钱，要怎样好？家里要用钱。慈济那天来。啊，他有拿几百块给我啦，后来我就快快乐去买东西咯。现在是真的是没办法，我才找慈济罢了，找慈济帮忙。人人互助互爱，用感恩心生活，为社会增添一分爱的力量。大爱新闻袁玉珠、王福源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